有没有跟我一样黑眼圈超级重的姐妹？素颜真的会显得很憔悴，好像一宿没睡，没有精气神儿。所以今天就教大家怎么把这该死的黑眼圈遮光光。最近用的这个 i7 科美的遮瑕用的还不错，正好给大家推荐一下。我选的色号是21，它比较适合黄一皮和黑眼圈特别重的姐妹。别看它小小一只，但是12毫升真的很耐用，用多少挤多少，管状的这种包装干净卫生，先挤出半个米粒大小在手背上。用指腹温热化开，激活这个遮瑕，会更贴合我们的皮肤。用手指肚蘸薄薄一层，铺在黑眼圈和泪沟上。少量多次的遮。真的是有手就行。看遮了跟没遮的区别，真的很明显，这个遮瑕力真的太牛，用力的做表情也不怎么卡纹，持妆还挺久的，基本上大半天下来眼下也很干净。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去官方旗舰店，小样有很多假货，别买错了。上完遮瑕之后快速拍个粉底，加重山根双 C 的轮廓，收窄鼻头，修饰颧骨，眉毛填充空缺向后延伸，浅咖色平铺在眼皮上，橘棕色加深眼尾，还有下眼睑，深棕色画下痣，鱼粉勾勒一下卧蚕的轮廓，然后再用哑光高光提亮，画个小猫眼线，刀锋刷蘸黑色眼影画个内眼线，开内眼角，一边贴3簇假睫毛，风干之后用睫毛夹夹一下，苹果肌打上腮红，再用哑光高光提亮一下内眼角，最后涂个口红就完成啦。